你要不要测一下护腿？这个应该没问题，对你来说，你应该跳个1.7米没有问题。咋了？天天运动会男子跳多比赛，别紧张。哇塞！我觉得，哎，还是高出很多。对，他。一般他完全没问题。一般贝越是啊，跳过自己的身高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哦，就是他如果1.8米，他跳1.8米问题都不是特别特别大。如果经常在训练状态当中啊，这个是没有。